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嘅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可以走得更远。土地问题、上车文化、人生目标系置业，穷一生努力去拥有自己嘅物业，呢个系唔少香港人嘅实况。杨伟伦就唔跟呢一套啦，四十岁嘅佢冇物业，仍然感觉良好。同演艺学院嘅师妹拍拖五年几，计划结婚，但两个人从来都冇先上车后注册嘅谂法。其实结唔结婚都好啦，即系买楼呢件事，我对我自己嚟讲系，我唔系太想买楼。当你投放咗你供紧你或者系你孭咗上身嘅时候咧，你佢有啲咩依郁咧？佢影响紧你好紧要噶，咁我就觉得呢样嘢会令到自己好唔自由。而我觉得我的人是很需要自由的。毛信君本身投资有道，但他不要求两个女有楼揸手才结婚。因为我的女儿不在香港住，暂时都不是，所以我没有这个问题。香港人就所以对层楼可以去到几尽，我想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地方好像香港。毛信君和杨伟伦在新片《死尸死时四十四》饰演母子，故事讲他们家门前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，为免单位变成空宅令楼价大跌，一家人决定将尸体嫁祸给邻居。这部片是香港较少见的讽刺剧，有些荒诞。毛信君就说了，我觉得他够荒谬嘛，是啊，但是 又荒谬得来，你又会觉得真的会这样的。地产霸权、香港楼价、土地问题，现实绝对比戏剧更加荒谬。杨伟伦本身是无壳蜗牛，他拒绝随波逐流。我觉得香港这个上车的文化呢真的很大影响对于香港人的生活，即是直头完全都是人生呢很多时候根据了这一样文化而去营营役役，直头是讲到没有生活咯。因为这个你人生就為了樓呢樣嘢，但係呢樣嘢本身應該是一些人最 basic 嘅嘢嚟噶嘛，即係我除了呢個 basic 之外，唔應該係佢唔應該調翻轉，唔應該成為做一種負擔，佢係一種人嘅必需品嘅。咁但係如果你要為了呢個必需品，但係你就已經令到你將所有嘅心力、心血全部抌曬落去，所有時間都係為了嗰樣嘢，其實你就冇得生活咯，系啊，即系冇真正嘅生活咯，冇自由去选择点样去生活咯，即系俾楼呢样嘢控制咗。佢愤愤不平咁话：，即系呢个世界有好多其他嘅地方啦，佢哋嘅嗰个住屋嗰个系统唔系咁样噶嘛。住屋就冇问题，楼唔可以唔系我哋，即系你唔可以炒卖。再多个物业咧，佢就会有好重嘅。税啊，政府不鼓勵你去買樓宇的東西的，它會照顧到你住屋，你容易去 handle 的，那你就不會，我不用煩這件事，那我就可以去選擇生活了。楊偉倫在片中的角色，住在母親的物業，有媽媽為她遮風擋雨，她安心做發明家，現實之中，她亦都自嘲贏在起跑線。即管试过好耐冇工作，但由于冇家庭负担，只需要悭住用就可以过日子，从来都冇穷到想放弃演员梦。佢都同我一次噶，又系真系咯，又系成功靠父母荫啊，嗰啲。但系我好彩，我自己屋企咧就系一个小康之家，咁我到最后就算我冇啦，我都唔会冇地方住，因为我有老家嘅。就系好在就系头先讲我即系屋企。比較上即係都幸福，我都覺得自己屋企幸福，所以我就可以追求我自己想做嘅嘢啦。咁好彩咁而家我托賴啦，即係我都自己可以都養得活自己啊，即係係啊，咁托賴啦咁啊。咁但係追求想做嘅嘢，我覺得我即係做人應該要咁樣，即係你去追一啲你自己想做嘅嘢。但是正正这个戏就讲紧，当你孭住咗一啲嘢喺身嘅时候，你就好难咁样。而最难得嘅系女朋友同佢睇法一致，从来唔要求佢置业。不过若果婚后翻屋企住，担唔担心相处问题呢？
佢就笑住咁講：咁、嗯、其實咪租咯，咁其實又唔會話誒、即係我而家諗，我又唔會租唔起嘅，係啊，即係租樓都我都仲 OK 嘅，咁啊，係啊，雖然都貴㗎啦，香港租樓。係。武信君一早已經上咗岸，住喺自治嘅獨立屋，佢認為香港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的、就是、香港人 的一生人呢有大部分人呢都是投資了在自己住的那間屋裡 我想是、只是靠、男人出去工作分鐘都供不起，所以呢就很多時候一個家庭裡面呢爸爸媽媽都需要工作才可以、在經濟上可以買到層樓，一起去捱嗰層樓。咁變咗，如果有小朋友嘅話咧，就一定係請菲律賓姐姐去照顧。呢、這個就係香港文化嚟嘅，十家我九家都係咁樣樣。係，大部分都係咁嘅。咁但係咁樣樣係咪一個最健康嘅情況咧？咁因為嗰層樓係佔咗你收入嘅一半或以上嘅時候，如果你份工一冇，你搞唔掂。基本上咁樣嘅環境，咁樣嘅情況持續幾耐咧，係你一生之久，直至到你可能退休，或者甚至乎你死，百年歸老。由於奇特嘅地產文化，佢指香港亦都盛產富翁。好同唔好，睇你點睇啦。唔好嘅太多可以講，乜嘢都係層樓，你嘅生命就係層樓。好的就是香港人閒閒地都是千萬富翁，因為你層樓幾百呎都要成千萬的。62歲的他生活得很好，現在做事不以賺取財富為前提、因為我這個年紀嘛，我想我很辛苦的階段，就是要緊要、經濟家裡 的經濟的那個階段可能已經過去了。拍《死屍死時44》，佢最中意片中嘅香港縮影，為保物業樓價不惜一切。你總會揾到自己嘅影子。啊、我諗香港人啊，係、啊、特別明的，即係你可能呢套戲喺第二度播嘅時候，人哋唔係好明喎。即係為層樓可以咁，唔係啊嘛咁，但香港人咧係一定明嘅。佢哋最中意片中著上宮廷服大講法文嘅一段戲，諷刺又爆笑。杨伟伦就话啦：，系啊，嗰份文真系真系难噶嘛，我仲要好似好冇压力。系，仲要成班仲好似好 enjoy 嗰种懒型咁。唔知香港人睇咗呢一场戏会有乜嘢，即系会有咩感受嘅？因为你好多时咧，真系俾嗰个宣传咧困咗。擺咗入局嘅，你真係會覺得自己好似住咗喺皇宮咁樣。下面個門面啊 ，lobby 啊，好 grand 咁樣。但係其實咧，老實講，你 grand 得嚟，你幾 grand 都好啦。你個單位你咪豆樣咁細。你一出 lift， 你嗰間房就喺嗰度啦。係啊，得個豆樣咁細，即個感覺係咁樣。香港啲樓係咁樣噶嘛，係啊。劇情荒誕，不過細情更加荒誕。同埋咁完整嘅劇本啊！即係到尾嗰陣時候是解釋翻曬成件事咁完整，我好欣賞呢個劇本，就係佢荒謬得嚟，最後佢係解釋翻曬成件事嘅，唔係話誒你睇個 ending 都唔知道想點，好多時候都會噶嘛，解釋唔到噶嘛，到最尾就係咁醫完咗佢噶嘛，但係佢唔係，佢好能夠解釋翻曬成件事。所以我自己都好中意誒最係啊，我好中意最尾嘅時候。是我自己是很喜歡的。我屌！快過把車！喂，唔得㗎！ What the fuck？ 那人好像死鬼了㗎喎！報警！一報警，陳老就變兇宅。趁后就中到安全，按到都跌三成。你千祈唔好报警，一报警我哋就 all fuck up 啦。攞到嚟，半条尸又点计咧？咁拉扯少少又点计咧？不过蒙着衫咧，
If you don't help, you have to go back to Bangkok. But mom, I come from the Philippines. 林海峰25层100个单位，每一家每一户姓乜名乜做过啲乜嘢，我全部都清清楚楚噶。None of your business。我层楼，我真系要瞓天桥底啦。你是谁啊？九哥，佢打翻嚟啊！喂。喂。系。冇啊，人家边有 call 你咋？边个系老警啊？系咪应该谂办法快啲搬走佢咧？搬离开林海峰啦！大家有冇听过福达十三跳咧？福达公屋嚟噶，即系点搞都唔会跌价啦！死个人嘅公屋，仲会变特快公屋，我哋帮到人上楼啊！去死啊仆街！香港人买香港楼，去死啦！我哋都知道系荒谬，去死啦！地产商都知道系荒谬，去死啦！地产商都知道我哋知道是荒谬，去死啦！连我哋都知道地产商知道我哋知道是荒谬，去死啦！你话咪荒谬啊？